煞星今天非常荣幸收到 L 的邀请，来到这个信义区的街头来做保养品的测试。有他，我们今天有两个名叫牌子，我们同时来进行小竞争。测试之前，先帮两位测试肌肤的保水度，有没有很残酷？哦，35。接下来 A 跟 B 分别会插在你两只手上，他们哪一个比较保湿，谁比较清爽？47，从35变47，50。53，65，哇！这两边比起来，谁比较清爽呢？边诶，很透的感觉。这个感觉呢，不黏，感觉比较没有负担。哦，感觉皮肤比较没有那么负担哦。那我们两只手都上完保养品了吗？我们要来模拟，到底保养品经过这么久的时间之后，它还在不在？喷喽！咻咻咻！从眼睛上就看得很清楚，擦过的地方比较明显，然后这边比较滑嫩的感觉。47，是不是降低了？58，变高了。投票完，好，来了来了来，也是 B 牌，都是 B 牌。现在就来为你揭晓 B 牌到底是何方神圣。1、2、3。很好用，买过很多罐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，它是倩碧的水磁场凝胶。今天街头实测是由倩碧的水磁场大获全胜。哦，没有水的地方叫沙漠，没有你的地方叫寂寞。我用倩碧水磁场给我的水嫩肌，让你沉默。